韩国歌手 IU 推出新专辑，主打歌找来 BigBang 队长 G-Dragon 助阵。23日，他回归音乐节目，一开口唱起主打歌 Parrot， 温柔的嗓音穿插的口白，配上 R&B 曲风，音乐风格变得成熟许多。虽然这次的回归舞台没有 GD 陪伴，但 IU 独挑大梁演唱 rap 部分，让全场惊艳。不同的诠释风格广受粉丝好评，大赞 IU 根本是饶舌歌手，能唱能跳又能饶舌，到底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？ IU 暌违2年推出新作品 Parrot，唱出25岁的心境改变，不仅找来偶像 GD 跨刀，金秀贤、吴赫等大牌艺人也有合作。专辑一发布后，主打歌 Parrot 立刻横扫各大排行榜榜首，其他收录的歌曲也包下排行榜前10名，成绩非常亮眼。